且餐山色飲湖光，共玩珠翻留半人。呢位就係奉皇上御旨訪尋天下美食嘅美食王蘇東坡。我蘇東坡思潮澎湃，你同我蘇東坡鬥，冚死你都得啊！磨筆，春光無限，男人的浪漫。看不到，咩都看不到。本来咧，佢就比翼双飞，成双成对嘅。点知有一只翼咧，就对另外一只翼视而不见。我有两个细妹，大妹咧就珠圆玉润，小妹就跳脱机灵。原来系苏小妹，在下高友秦少爷。中文计，齐音怪，欢喜冤家，如花配潇洒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肯俾你教我做一个开开心心嘅苏夫人。我哋成咗亲之后，你中意做乜就做乜，你中意去边就去边。最难诉说女儿心事。我今晚瞓书房啊。我自己一个瞓晒张床。相貌堂堂，气宇轩昂，看得小妹心花怒放，心如鹿撞。两情若是久长时。老师你好叻。其实我有少少中意咗你。讲真，我都有少少中意你。总之有我苏东坡一人，我都不会赞成你同小妹来往。你自私，你固执，你野蛮。喂，好了，你讲完嗰把手指指系咪咬你？你两个收声！我一定会令到你对我睇法改观嘅。好，我都想睇下你咩表现。金榜题名大登科，小妹抱得有情郎。相公辛苦晒。总之佢就系谦谦君子。哦。好值得同佢交往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东坡家事冇日安宁，直情头大头痕兼头晕添啊！家事未停，国事又未静，忽然温香软玉，有理说不清。你根本对佢动咗真情，你根本你哋两个一早就中意咗对方。若然大人肯投靠我哋大辽嘅话，宰相之位非你莫属。呢个苏东坡根本就系妒忌琴苏同朕嘅真爱，你对朕心存妄念，你就更加要死。要死嘅我就同你一齐死，我呢一生净系会爱苏东坡一个人。我唔可以冇咗你，我爱你。仲有阴晴圆缺，明月总常有，人生几度秋凉，但愿人长久。东坡家事 TVB 1星期1至5东亚时间晚上8:20播出。